今天是周六，加拿大的周六。那我们现在在距多伦多一个半小时左右车程的一个小镇叫 Aurelia。那我们要在这边度过周末，所以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带的所有的保养的产品都在一个小袋子里面。很多的产品都是在 Sephora 送的这种 sample size 或者是 travel kit。那我先用这个 Fresh 的 Soil Face Cleanser 来洗脸。然后今天我忘记带这个 Toner， 所以我就直接上我的 Serum， 是高大力的葡萄 Serum 吧。让它很方便的是因为很小一瓶，所以非常轻便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用 The Ordinary 的 Alpha Arbutin 2% 的 HA， 它这个就是可以帮助你脸上如果有痘印或者色素沉淀的话，能有轻微的这种 peeling 的效果。然后如果你是在晨间用这个的话，要记得用防晒霜。你可以涂整脸，也可以涂在局部的位置上。接下来呢，我要用这个 Believe 的送的小样，是一个眼霜，它这个眼霜非常的厚，所以只要一点点就够了。最后一个步骤还是用高大力的一个产品，也是葡萄萃取的一个乳霜，它这乳霜像 sorbet 一样，就是那个你知道 ice cream 的另外一种形式，挤出来是有一点点霜状，但是涂开就是非常水润的那种 gel 状的。然后不要忘记涂唇膏，这个是EOS 的，在所有的药妆店都买的一个唇膏，然后涂防晒霜，这个是 Neutrogena 的防晒系数60的防晒霜，这样我的晨间保养就结束了。小包装的，所以比较方便携带。然后这里面就是全部都是刷子。先来上 CC 霜，是 A Cosmetic 的 CC 霜。Oh my hair， 就是很随便的，往脸上涂就可以了。She's pooping. Really? NARS the concealer.用 Bare Minerals 的 Bare Pro in the shade of 8 Golden Ivory 来做定妆。
非常懒，就用同一只刷子来上 Ciate 的 blush。然后再是同一只刷子来上 Essence 的 Highlighter。接下来就可以上眼妆，用的是兰蔻在上次 L'Oreal Private Sale 买的一个 palette， 这个叫 Hypnos Palette， 里面有五个颜色。然后今天打算就上一个秋冬的棕色的眼妆，然后拿这种大地色，就上大面积的上在眼皮上，用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可以用它的这种小刷子，蘸取一点更深的颜色，上在外眼角上。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有点珠光的银色上在眼皮的内眼角上，接下来拿一个大刷子晕染开就可以了。然后用 Kiss Me 的眼线笔来画眼线，接下来用 L'Oreal 的 Mascara 来画。最后呢，用 NYX 的一个 Eyebrow Cake Powder 画在来修饰我们的眉毛。用迪奥的香水，这也是 Sephora 给我的一个 sample， 叫 Poison Girl， 然后轻轻的手往上就可以。It's okay。 口红用的是 The Face Shop 的 Ink Gel Stick， 然后它这个也是一种南瓜色。就好啦，怎么样，非常简单快速吧，这样就可以出门啦。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大拇指点赞哦，然后要订阅我的视频。 Have a nice weekend。